我是可可酒精，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你好，我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我们是猪猫直男看店，你知道吗？今年是迪士尼的100周年，所以呢，有非常多的迪士尼翻场，所以呢，我就不停的抽，因为每一个我都想要。我们来看看这次奖品有什么。第一个是美人鱼，每次都出美人鱼，可是它这次比较特别哦。它呢旁边有个小置物区，是给你放小戒指。首饰架。对。size 是这样的，这样刚好放在我们梳妆台，就可以拿起我们可爱的戒指，或者拿起叉子插在头上。接下来我们的 B 赏呢，是我最喜欢的乐配圆形地垫。然后你们知道吗？这边告诉大家，东京迪士尼即将要有魔法公主的城堡，值得期待。然后我们的 C 赏呢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的浴巾。我们的小助手动作比较慢，因为他没有手，他只有甜不辣。十根甜不辣，大家知道我前阵子有抽那个迪士尼的一番赏，不得不说这一次的浴巾我觉得更漂亮，因为上次那个点点还是会觉得像破损，但这个美女与野兽的颜色非常的 OK。第一赏的话呢是盘子跟小杯子，这一次的图案很好看，竟然是出最漂亮的圣路瑞拉最后一幕以及长发公主等待的画面。盘子来了。盘子呢？好，我一开始看图片的时候以为是大盘子，有点小伤心，虽然是小盘子，但不得不说图案超好看的。哎，这个图真的是深得我心哎！我在迪士尼都没看到那么漂亮的小盘子。衣裳呢？这次不是 L 加，也不是画板，竟然是桌垫。对，算是一个桌垫，因为它比较厚，你在吃饭的时候垫着便当，那下面就很好清洁。有我们阿拉丁、美人鱼跟那个 Beauty and the Beast。嗯，还有我们的冰雪奇缘，我喜欢这个。我目前最喜欢阿拉丁的款式。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小手帕，我觉得它这个手帕的那个印的特别漂亮。嗯，因为这次有白雪公主哎，好稀有的角色，图案都好用心哦。它是有点画一个景，仙杜瑞拉的以前是坐在 A 上抱枕的图案哎，这次图案蛮用心的。我一定要说，为什么每次茉莉公主的都会太 Q 版？其实茉莉公主还蛮成熟美艳的，但我都觉得她的图案都会偏粗。可能她的那个美艳很难画出来。我觉得她应该要出阿拉丁的一番赏，因为她的小魔毯真的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哦。什么时候出王子的一番赏？王子，你知道王子叫什么名字啊？配角。最后这个居赏呢，文具控的最爱，竟然出了本子。我们有这个灰姑娘，这个本子拉着马车是不是好好看？而且你看背面也有图案哦。喜欢讲故事 ，Once Upon a Time， 白雪公主，然后书信，妹妹抽到就可以写信给我了。有没有看到小比目鱼在旁边？睡美人，以及希望你给我零用钱。我不想收到这封信。然后漂亮的宝盒黄美女与野兽，长发公主，我觉得这次的小赏我也很爱。但是呢，人鱼坐台是不是要来一个？就可以放在餐桌，你就可以放你的小摊子。来，一抽380，三抽90，然后呢，这次都是可挑款，所以很棒。来来来来 ，Amazing Day， 它的图案呢、啊、就是这样， Amazing, 蓝紫色。来，我直接给大家 Amazing 示范什么叫做 Amazing。OK OK， 给我一个 Amazing。什么小特效毛巾，口口手帕巾。你知道什么 amazing 吗？平常抽太好，难得抽不好。老板是 amazing， 耶、yeah! ！究竟是好顾客的一天，还是坏顾客的一天呢？ amazing F， 哇，糟糕， F 姐妹花。Bill， 你最近我很担心。我们来喽， Lisa。哇！因为我们高一个响啊，电板争气一点的。我们现在真的是三个笑话哎，来第四则笑话。好，你开呀，开嘛，一起，都是你，搞 ，Leave me away， Amazing Day。哈 ，F， 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小毛巾啊？啊，耶，文件组来了，又来一个一。哈，去哦。来了呀！你可以帮我们抽一个吗？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是吗？啊，这个好，他要这个，他要这个，这是阿刘指定的哦。阿刘指定的究竟抽到了什么？F， 让我失望的阿刘，你再来呀！太失望，店长帮我抽，有人抽到 A 赏吗？我抽 A 赏，那你帮我抽一个，来帮我抽一个，快点！
太帮我抽一个，可以？你那么幸运，随便帮我抽一个。运气没了。可以可以，我相信你。好运连续，来帮我打开。好，直接。你刚才抽到一手就是 FF。谢谢，店长帮我，我们现在太多手帕件，我已经可以组成一个毯子了。好，你打开，漂亮的店长抽到的是，这是特别伞，噔噔噔噔，没事没事，爆好康给大家一下。现在来到猪帽子的实体门市呢，你任选两件600元的小公仔，只需要899。第一。在我宣传的时候啊，没错 ，yes。大家记得哦，实体门是售完为止哦。第一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终于有一个盘子了，盘子这么好看。是 D 啊，第一盘子，我以为是 B。D， 去一个 D， 你们知道多少个手帕金吗？你给我 GG。好，看来今天也会分享很多礼物给大家，是帮我按赞，然后订阅、分享一片出去，增加你们中奖的好运气，好吗？请你远离丑。是因为太黑所以找不到小美人鱼吗？对，这样呢。我说这个盒子太黑。对，这样呢。好，就是它。5年之后。不要，你不要碰，你这个 F G G 人。啊，你这个 G G 人，风炮 G G 人。来，我来当摄影师。好。撒盐哥掉在地上 ，Lucky， 要落就要买。你一抽能抽到谁嘞？拜托 ，A， 你哦，浪费观众那么多时间，告诉你什么是真实力。来，你先开。好，我先开。我偷开。你是什么？狙。你连 D 都没有，臭小妹来了。比尔想要更因为比尔不小心我们来到了猪帽子难看店，难看 FGG 你下次抽之前先问我，来你选一张，我不要，你那两张感觉都很烂，我自己选哦，自己的幸运自己捡起，哎呀又是狙啊，你拿着盒子站在旁边，对，你也不要玩了，真的不要玩了，不好玩耶，狙，好，不敢自信，你只是对自己不了自信而已，其实你跟我说的差不多，不敢自信，这套不是新的吗？新的，全新的，怎么这样？哎，这个不管，我先抽一个，谁？终于有条毛巾可以让我擦身体，我不敢相信，我以为是橘月 C 跟局长一下，你们真的是丢脸！我在第二次抽到了 C， 谢谢大家，极度难堪。我们究竟换了多少手？大家不要忘记赶快跟着我们的屁股抽，我们都要帮你把小奖抽掉。跟着我们后面走，配率一定换奖品。而且 D 是不是只有一个？一个 C， 一个 D。哈。你太真诚的哈了，我不知道这盘子都不要让我们抽一个、喔、小美人鱼跟贝尔，你这样让我太为难了，这两个我都喜欢欸、我们是衰运二人组，喂，说好的爱心呢？但是呢，我不是，你们两个抽的是什么鬼东西？哦，这样好像太凶了哈，好不要，你们真的是太让人伤心了。他刚刚说你们抽的是什么鬼东西？不是啊，有点震惊。好，我们回来看一下阿宝抽到什么？你们抽的是什么鬼的？他只是抽了一条黄色的毛巾。就在那边，我跌倒了，跌倒了。这是阿刘的浴巾，有没有很棒？来，美女与野兽，完全版。其实蛮漂亮的，感觉可以表框，然后变成像那个爱马仕的布吗？丝巾这样子，然后表框变成一个，因为它是一个公主。如果你很爱贝尔的话，是 OK 的。嗯，但我真的好希望他们的浴巾可以再做得更大一点。然后它这个材质。不那么的吸水，必须说这个材质比较普通一些，柔软度还是输三丽鸥。我觉得三丽鸥的毛巾不得不说做的真的是十分柔软。然后接下来是第一赏，我真的好希望它是大盘子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最大的赏就是 C 跟 D 了，不好意思。小盘子，而且我们只有一个，不然我也很想要艾丽儿的。我知道你们家很多公主的东西，可是不一样好吗？是安慰你，毕竟它是单买的，这个也可以放首饰。可是它已经非常的丰富了，还帮你放了首饰。OK， 比如说我这条项链，嗯，这是项链。
可以吗？还是可以放，你看再大的项链都放得下去。斯巴拉西，好，但我真的觉得很可惜，因为它上次的盘子很素，这次盘子很漂亮，结果却是小的，希望他们可以调整为大的会更棒。华丽，所以我今天的头是学茉莉公主，装饰一下。Princess 茉莉我们有两个大桌垫，它有点微透，但不得不说美女野兽与那个阿拉丁的很好看，尤其是阿拉丁的质感真的很棒，所以大家可以入手收下。而且这质的其实拿来用的时候就有点可惜，因为你吃饭还是会以横的来说。这真的是吃饭用的吗？但它也可以拿来当垫板，但你的书要比 A4 还要更大，写字啊，书桌桌垫对不对？或是垫到书里面感觉因为它有点微透，但它的画质饱和度也没那么的高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的手帕巾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每一个款式都有挑，也会送给观众。如果有喜欢的人，只要留言任何想说话，以及 hashtag 可可人送礼物就有机会抽中哦。它这次的收边我觉得收的真的普通，你看就是一个单一的颜色，这个仙杜瑞拉的还配嫩粉色，可是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奥罗拉的就配这个绿，我觉得这绿色还是不适合公主，真的不适合，更不要说这个长发公主也是这个绿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绿适合长发公主，不对，可是长发公主不是这个绿，这个粉色。对，我觉得他们的配色怪了，没有，他们的绿不一样。我觉得给奥罗拉的绿比较适合给乐佩。我觉得不能因为迪士尼是大 IP， 然后反而它的周边就做的没那么用心。就是说啊，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小奖部分，这是它的本子，噔噔噔噔。对，这双面图案我终于看到后面的，虽然画质没有那么高清，可是也是好看。然后它里面是有图案的哦，它是一个全白，旁边有小老鼠，这个我觉得蛮细节的，因为它有给小老鼠。然后这是白雪公主的，白雪公主后面有一个白雪公主拿苹果，前面是有点像是那种童话故事书的感觉。然后它里面呢是白雪公主在劝光爱的家明天，然后点点的，接下来是信封信纸组，我觉得我直接跟大家说，奥罗拉的很厉害，奥罗拉的最漂亮，来给大家看它的内纸啊，是有它的仿真锤的，然后上下也做一个边，你知道它这个是做什么吗？这是那个舞会邀请函的那种感觉，你看他这边给你写那个地址的地方，空白处也留得很好，然后背面也是非常优雅，我觉得奥罗拉大推。第二名的话，我给美女野兽。你看他这个纸啊，看起来好像很透感，有没有？但其实没有，它是有点印纹的颜色，它有那种淡金撒上去的，还有一个复古质感，就像贝尔爱读书一样。然后它这个是贝尔爱读书，转过去是有一种那种城堡华丽的感觉，配色也很棒。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，是我们的长发公主，这就是她的城堡的一个背景，上面还有她的可爱的，她那个著名的放天灯的那个场景，这个就比较素，单一的花纹，但是颜色很可爱。我觉得它这次信纸的设计是有的哟。接下来开始小失望区，冰雪奇缘，冰雪奇缘上下有不同的人头像，但它这边还算优雅。可是它的正面就好像不同风格了，这好像漫画，因为确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 Elsa 或 Anna， 但是周边都偏少，所以我觉得它算是有照顾到它啦，因为它会让我觉得是不同风格，你看这个性格沉稳，然后这边就比较可爱一点，就是接下来到我最失望的地方，大家知道妹妹很喜欢艾丽儿，为什么我的小笔墨鱼怒气冲天，我打开以后你们最劝退我什么，就是那只鱼这边应该很可爱的，结果它把比目鱼，哇，我真的会觉得他走错棚了，他真的不是我心目中的小比目鱼。OK， 那这就是我们全部的一番赏。我们这次就是抽随机的手帕巾，那以及小比目鱼的信封纸两个，还有仙女学园的信封纸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，也可以留言小说#可可酒精送礼物，就有机会抽中了。炫炫就很喜欢你的，喜欢大家也要记得订阅可可酒精，准备下次再跟在里面再会。希望他们下次记得小比目鱼是长这样。胖零胖零的眼睛是这样，它不是长得像翻车鱼倒过来的话呢？什么可以上去看？最近给我一个赞，就可以把我们下次见到，拜！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哟。你知道爱之深责之切，我们就是太喜欢迪士尼，所以心得满满啊。但不得不说，奥罗拉的信封纸这次做得非常合格。我觉得乐佩很可爱，我最近很喜欢乐佩的，我也很爱乐佩。变色龙比电影版的小比目鱼可爱，然后塞巴斯丁还直接被删掉，为什么？